没有他联络方式吗？没有，确定，确定。持搜索票住处搜查诈欺犯，车手太太说人不在，但警方怎么听到房间有世界杯足球赛声音？不是啊，床上手机还在播世界杯，衣橱叽叽怪怪发出奇怪声响，远景冲入内猛然打开衣柜，诈欺犯竟就藏在里头。没想到看世界杯足球赛看到太入迷，警察上门来不及逃，被瓮中捉鳖，妙招逮。李家祥在吗？我不在。他去哪里？你他女朋友？自知被警方盯上，早交代好太太假意应对装不在家，没想到却被最爱的世界杯出卖。这名36岁李姓车手平时无业，却是个足球迷，笑想一夜致富，两个月内狂盗领超过100万元，就连前往 ATM 领取赃款也要穿着海滩裤，幻想自己人就在举办世界杯的卡达街头，但一切到头是场空。依诈欺罪嫌，移送地检署侦办，法院收押禁见。全民夯士族，就连诈欺犯嫌也不例外。只是车手万万没想到，贪看赛事因此误事。记者杨杰、黄玉兰，新北市报道。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，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